怎样提高智商？一、锻炼会使你的神经细胞成倍增长，可以保护你的细胞，并增进细胞神经间的传输速度，从而让你的大脑处于最佳的状态。二、补充 DHA 及大脑和视膜的关键组成部分，多吃鱼、肝脏和脑，这里富含丰富的 DHA， 年纪越大越需要补充 DHA。三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，睡眠不仅仅是身体休息的必要，也是增进脑力和创造力不能缺少的环节，充足的睡眠可以提高想象力。四、补充葡萄糖，葡萄糖是大脑需要的燃料之一，葡萄糖可以转化成能量，成为大脑的食物，如果大脑缺少葡萄糖，将会出现功能衰竭的可能。五、就是补充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作用于脑部海马体和小脑，这里是负责计划和处理信息的重要部分。六、你还需要多晒晒太阳，维生素 D 的转化需要太阳的作用。七、多听听音乐，音乐可以增加脑力，听音乐也可以使人变得聪明，这就是莫扎特效应。